都说累了又不想来了，妆都卸了。去呀、啊，一会儿真卸了。我没看到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卸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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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在箱子里的吗？赶紧给打开！在箱子里的吗？他是有反间计，他竟然有！别整了！我就说了他有天文，不可能！我修正一下，先把我打开，闷死我了！我还在等信号呢，你也没说敲几下要打开，我在下面就跟你说，上来先把我打开。精神就不好。我刚怀疑有箱，但我觉得箱塞不下人。对，我也觉得塞不下。他说试试试试。吓人，我都惊呆了。吓人，真第一次见这。王老师，画牛。蛋糕都没来，蜡烛熄灭了，在这儿来点啊！刚才把我从行李箱里面拽出来的那个男人，新的一年里面，天天吃长寿面，是你拽的？你发现的？我就知道他肯定用了反间计，他能活下去怎么可能？你就应该悄悄把我打开的是。我还在等你信号呢，我还这样，我还敲响了。我还咋等啊？我还能伸出手势来拍你？你也回两，回敲两下。先打就好了。生日快乐，行不行啊？行不行、啊？我玩一会儿吗？这个怎么？弄不出来别弄，行不行？怪弄不出来，怪吓人。都有味儿了，都有味儿。离得远一点。是这样的呀。拧他，拧他。今天找错拍档了，真是。他们演的不是很逼真。哦！一会打扫房间，你来打扫。你们俩就从出门就拉着了。哦，然后因为我现在要上十五楼，上十五楼啊，因为太难受，那就十五楼有监控。我说电梯那我可有监控啊？为什么世上会有马俊这种人？就是他知道了在成果，他看到这样看到他就这样瞅着。因为你一直在那站着，你直接去坐着就好了。我就挡住了你，别挡住了，他们发现不了我。我走过来的时候，我这样看到那个缝隙，好吗？你手机还在里面亮着，你在里面录视频，那肯定在里面录视频。他肯定有那个第一视角，就是从那个箱子缝缝里面看我们。所以你就应该倒着拉我，我应该你按倒在地上就好了。对啊，十五，十五，十五。关键我给马俊打电话，我说你在哪儿？我在路上，旁边明明就没有，明明就在讲话，我在路上。哎，后面发现还有个很奇怪的，我说让胖胖上来的时候，他把我箱子拉着干嘛？拉上来，拉个箱子上来，你不觉得也很奇怪吗？他本来就要拉箱子，我看到了，他拉自己的箱子。对啊，是，我因为我回去送箱子，那个箱子太小了。那个装进去，我那也可以，我那个拿。但是你从这个箱子里面钻进的也很神奇，真瘦，太瘦，太瘦，能钻进。新的一年多吃一点吧。就是这样吧，你们让我拍一次成功的视频，你们再演。